在地人在地情，来看台南柳营。这个礼拜六要举办牛奶节，除了会当食到牛奶的制品，佮结合到双顶观光巴士，要带游客来欣赏到柳营的美景。李康律师，柳营牛奶节活动要来咯。柳营是台湾牛奶重要的产区，也是台南市主要的农区。为着要将优质的牛奶含真济农业产品推广给消费者，公司结合十大系列活动，要让民众有汤吃，够汤爽。咱今年的牛奶节活动吼，它就伫十一月初九吼，伫咱的河南村来举办。啊，除了往年吼，咱有卡拉车的活动，啊，骑绿色隧道。柳营除了陆东业出名，佮有河南村德冠陂等等有名景点。今年牛奶节公司嘛特别规划柳营观光巴士，带民众伫个柳营游山玩水。咱今年可能比较吸睛了，咱有去请迄个双层巴士，哦，它就有三点钟的游程啦，吼。现场阁有牛奶制品试吃，彩绘阁有白茶帮船的体验，邀请民众小酌来柳营铁佗游览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